罗布泊位于新疆若羌县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苍茫戈壁中，人迹罕至，被誉为死亡之海。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盗走了大批汉文和屈卢文木简、纸文书、鸡丝、毛织品等珍贵文物。这处遗址就是楼兰故城。这是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遗址大致呈正方形，风华的城墙残垣与周围的雅丹地貌融为一体，依稀可见泥土、芦苇、树枝等夯筑的遗迹。一条古河道穿城而过，将其分成东北、西南两区。残毁的佛塔、官署、民居、烽火台等建筑遗迹，见证这里曾经的繁荣，也镌刻着岁月留下的沧桑。楼兰是西汉时西域36国之一。据《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鄯善王请求西汉前夷将屯田击鼓，令臣得依其威助。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至都尉行屯田，楼兰成为汉朝经略西域的重镇。魏晋之时，楼兰城为西域长史府驻地。在楼兰故城遗址出土过一封西域长史转发西晋的诏书，内容为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道，如书罗卜，延会11月念日，如诏书律令，说明西晋的政令和法律行之于新疆地区。而在楼兰发现的西晋时期木简，有晋首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燕齐、秋瓷、疏勒、于田王写下诏书道等字样，说明新疆地区各地方首领备受晋朝官职，受西晋统辖。自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枢纽。它东通敦煌，西北至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这里交汇。楼兰道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在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词句，千古流传。楼兰故城遗址被发现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1998年，在楼兰故城遗址以北的墓葬以及营盘墓地，曾经考古发现数量不少的彩绘木棺。其中一具木棺长201厘米，宽50至59厘米，通高42.8厘米，
棺身四周和棺盖上会有数代玉璧纹、云气纹、花卉、朱雀、玄武等图案，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这里还出土过大量做工精细、色彩绚丽的汉锦，上有延年益寿、昌乐光明、延年益寿以子孙等吉祥字样，无不显示着中原文化对这里的浸润。在楼兰构成遗址出土的文物里，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贵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也有波斯风格的壁画，甚至还有希腊、罗马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以及陶器和漆器，证实了楼兰在中原与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楼兰，曾经的繁华之地，化为荒漠中的残垣，但人类交流划出的文明花火，依然放出耀眼光华。